2010年2011年美国加州冠军阿尔琼。Originally from Russia, now fighting for San Diego's boxing club with a record of 4-1-1. Introducing Artem, the Russian experiment, Shiroshkin! Artem Shiroshkin. Hands on even 6 feet. Tipped the scales last night at 147. Calls himself the Russian experiment. Not sure how to take that. 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名年轻的中国勇士是目前中国勇士团队当中年纪最轻的，也是中国观众最看好最喜爱的，有请来自图曼国际铁英华。 He's fighting for Wu Ling Fong Gym in Zhengzhou City with a record of 13-2. Here he is, Tia, the little tiger, 英华。Tia Yinghua, the little tiger, makes a triumphant entry into the ring here in Las Vegas. 比赛现在开始。Downtown Las Vegas, just between the Fremont Street. It's nice getting downtown. Oh, it is. It is kind of nice getting down here, isn't it?And here we go. 观众朋友们，宋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普尔扎大酒店。为您评论武林峰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男子67公斤的比赛，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我们叫他小虎小虎，啊，那么蓝方是美国的阿尔乔姆。这双方的第一局的比赛，铁英华呢是来自这个图曼国际俱乐部。今天在赛前，我和铁英华也进行了聊天。我说你准备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打？铁英华说，我还要像在这个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那种比赛，采用压迫式的打法。啊，那么铁英华在武林峰的成长里程呢也是很艰辛的。那现在是打我们的新秀赛，那么去年。可以说是铁英华成长之年，突破之年。他的成长体现在他在场上的那种感觉，他也是武林峰中国勇士男子65公斤级的四位勇士之一，像这个铁英华、谢雷、林帅，包括刘晓明。那么他也是这四名中国勇士当中年龄最小的，所以他的潜力很大。And Tia reciprocates. He comes right back.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阿尔乔姆，他的防守能力还很强。尽管，哇，我们看到这个阿尔乔姆，当然他那个戏法也不是有意的啊。那么场裁判蒋威还是给这个。现在说，要让铁英华那个休息的，因为这个比赛我们允许运动员，在对方没有犯规情况下，由于他是意外嘛，那么允许他进行一种休息，短暂的休息，但是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中午休息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铁英华越打越猛啊，哇，一用前手先顶着对手，对，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小虎那个虎劲儿，虎虎生风。铁英华的父母为了铁英华的成长，那么放弃了在湖北的工作，来到了河南，在图曼国际俱乐部进行工作。一个是为了照顾儿子，同时也要监督他的训练。正是有父母的这对儿子的期待和渴望，使得铁英华在武林峰的擂台上茁壮成长。我们看到铁英华的成长，不仅是他的力量的进步，同时他的出拳速度很快，啊，打法硬朗，很具有这种欣赏性，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第一局比赛，